奖在今年首度举办了青龙电视剧大赏，在19日盛大举行，出席名单超级豪华，并由润儿和全炫茂担任主持人。시청자여러분오랜만에또인사를드리는것같은데요청룡시리즈어워즈올해제1회로첫시작을합니다많이사랑해주셨으면좋겠습니다네알겠습니다그럼예자리를빛내러예가주시면감사하겠습니다누나씨만단독한번만봐주세요특별예요청이하나가들어왔는데마이크좀너무한거진짜우리이민아씨의단독포토타임한번좀어색한네이렇게포토타임마무리하도록하겠습니다말씀드리는순간떠오르는로코남신이죠주연석과최우수작품상두 분에 올라계십니다스타입니다 、네、 오늘레드카펫위에서시니까 、네、 첫모델의또호스트가흘러넘치시네요 、네